嘿、hey, ，大家好，我还行。好，嘿，大家好，我陈浩。今天这一部呢，我们带来的是100%暴击的赵云。好了，那赵云的简单，我们来讲一下他的奥义，还有他的技能以及装备啊。那奥义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带神剑刺杀龙爪，因为这一套啊，毕竟赵云的二技能叠到最高的时候，已经可以增加到140%攻速了。所以不太需要带到精灵，我们带刺杀就好。而带神剑纯粹就是因为他大招砍下去可以砍真伤嘛，为了增加他真实伤害。那装备的部分，我们这一套呢并不是正规装，就是一个100%暴击。那如果呢你想留一件正规装，基本上会留圣剑。好，那如果打野的话应该会出红刀啦，但是我这一次呢想要给赵云不一样的一个感受。那赵云的技能呢，被动就是大家都会记得如果击杀或助攻可以得到12的攻击力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呢还有一个，还有一点就是只要击杀或助攻可以回复自己最大生命值 5%、哦、大家要记得去善用这个被动。那再来呢，他的一技能呢除了可以解控以外，再可以他还有一个小细节，就是重置普攻。什么叫做重置普攻？比如说我们在打野怪的时候或是打人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开二技能攻速不快嘛，对不对？你马上呢开劈完一下之后，马上开一技能，马上就可以再劈另一下哦，这就是连续劈两下的概念。那再来呢，他的二技能呢可以让自己回血，那最多的叠到这个满呢是回 14%， 那攻速呢最多是加到 140%。 再来他的大招有一个短暂的击飞，并且接下来5秒内普攻全部都打真伤，只有普攻而已，没有其他的伤害，比如说什么什么甲什么烧啊怎么样啊，对，都没有，好，都没有，只有普攻而已，只限定普攻。赵云的接近呢有很多种，比如说像这边他靠近我们直接大招劈上来，二技能加速吸血，一技能再去造成缓速，一技能的缓速缓 50% 可以有这个 2.5 秒，其实蛮久的、哦、那这边我们打一打之后又有一个吸二技能开起来吸血，成功的打一个人一波反杀。刚刚对方的刀锋啊，刚刚直接杀过来，其实很恐怖，很危险的。还好小丑在旁边啊。哦，小丑刚刚本来是叫我要离开的、啊，结果我刚好蹲到对方的人。那么以前的赵云呢，其实还有这种减伤啊什么之类的，但现在都没有了哈。好，那那个魔纹的部分，魔纹部分我们还是出一个这个恶魔魔纹啊，恶魔赵云，因为接近了你可以大招劈下去，然后。或者是一技能追上去缓速之后，二技能开起来，然后吸血开起来，有 3.5 秒时间可以吸血，然后这时候大招劈下去，马上的呢，你有5秒钟的时间又可以打真伤，这时候二技能再给它开起来，你马上又增加了攻速的时间，还有这个吸血的时间，那最后对方要跑对，我们再用一技能粘上去，或者是直接用一技能解控逃跑，这样整体人都是很不错的。好，那这个基本上的东西我们都介绍完了，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战场的解说了。那么这一次单单打野呢，我们带的是黄刀啊，这个打野弓啊，打野弓呢可以增加攻速，也可以有吸血。整体而言呢，伤害不够高，但是呢吃野怪速度会比较快。那时候刀锋在上路已经吃掉了魔龙嘛，对，我们这边大招劈上来之后，二剑开起来，但你可以看到其实。恶魔觉醒，它毕竟有削弱嘛。那我在大招劈下去的时候呢，我的技能并没有马上就回好，也不是说没有马上回好啊。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，因为刚刚我们毕竟是大招先劈啦。对，我们应该要先用什么一二大，然后之后就二一，应该是要这样了哦。我怕刚刚观众呢会有想说，哎，奇怪，为什么你这个没有这样接哦？因为既然对方赵云就在我面前了，我是觉得直接先劈下去比较 OK 啊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一波，这一波的话呢，我直接也是赏他一个大招。由于这个，我觉得直接开一个大招打真伤，这样瞬间爆发会比较高。但如果你要打总伤害量比较高的话，就要一二三，然后二一、啊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就直接大招，因为大招劈下去的瞬间就已经是开真伤了。那这是一个瞬间伤害比较高的一个打法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对方刀锋又冲过来，直接过来救一梗师，但一梗师居然没有被救到，而且这边我很有可能会死掉，还好我带的是那个死刀啊，所以我成功的活下来，而且重点是我也在刀锋死掉的瞬间得到了 5% 回复血量。好，那我们这个
鞋子部分呢、啊，在这场比赛，你看到我带的是魔方鞋，因为对方有哥德尔、啊。不过基本上，因为赵伦可以解控，所以你可以带出物防鞋。但由于如果你看到对方的控制脚真的很多的话，那就毫不犹豫带上魔方鞋，没关系哈。好，对方的刀锋现在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就想说偷偷摸摸的，哎、欸，我好像看到了他在吃他的红 buff， 那这只小野怪我先给他拿走。基本上我们赵云就不太需要回家了，因为我们二技能打野怪可以回血，哦，打野怪也可以触发这个吸血的被动，所以呢不太需要回家。那再加上你有打野攻，然后又有这个野怪本身给你回复血量，所以我们就不太需要回家。好，如果呢你是玩打野的，现在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，你想要知道自己家红 buff 有多久会出生，蓝 buff 多久会重生，直接点一下哦，点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过去吃，这个很方便的。那这一波我们看到对方呢已经跟我们在打团战，我们先快速收掉对方射手，这个时候对方打野还想跑，我马上呢用一剑粘上来之后，再一个寒冰制裁收掉之后，哥德尔这边应该是没大招了，因为刚刚已经打一波团战，哥德尔不太可能会有大招，懂事的哥德尔基本上打团的时候就会把大招给用掉，他绝对料想不到大招用完之后还要继续打。那今天还好我们的凡恩呢是成功被我救下来了，并且造成一波反杀，下路的话对方也是赵云，但他的经济绝对没有我高，我马上追上来，而且我身上还有红 buff， 这边大招劈下来之后一二技能直接开起来，小丑呢也加入战局啊、哦。好，那这一波的话你可以看到我其实还是一个大招起手啊，因为我主打的还是想要一个高爆发伤害，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啊魔文换成死亡诅咒，因为你大招劈下去你很容易啊就触发到三次伤害，那三次伤害呢就能打出一个额外的魔法伤害，那这样的话瞬间伤害会更高，所以如果你也是像这样喜欢大招起手的话哦，可以用看看那个死亡诅咒，但我这一场还是选择带恶魔觉醒，但我之后啊如果我习性都是这样的话我还是会换成死亡诅咒。好，我这边的话呢很低调很这个谦卑啦，请求队友把蓝 buff 让一下，让给我，还给我一下，拜托，谢谢，请支持蓝 buff 让给我活动，谢谢。我们的凡恩呢一直把我的蓝 buff 给拿掉，我实在有一点难受，因为毕竟赵云本身呢是很耗蓝的角色，连打野怪都会需要一直用到技能，所以呢你把赵云的蓝 buff 拿走就跟把纳克的蓝 buff 拿走有点差不多，异曲同工之妙。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清灭速度很快，一个二技能啪啪几下普攻哦，全部都暴击，全部野怪，全部小兵灰飞烟灭。那上路的队友呢打得很嗨啊，我们在下路有点解嗨，因为没有人来跟我们打架嘛，那我们这边只有我跟伊耿士啊。好的，现在的上路呢打的是水深火热，我的到对方也这个偷对方野怪偷得很开心，我下面那座塔其实有点小失误，我应该直接把它推掉的哦，但是我却选择离开，因为在上路我看到对方有刚刚只看到两个人嘛，那一个人死掉，所以我刚预判了他可能会下来下路这边，然后守这座塔，所以我果断拉掉，因为他来下路来 gank 我其实也杀不掉我，但我可能也推不了塔，因为他们会守塔，结果我的判断就错误了，所以我刚刚没有去推掉那座塔，有点可惜，不然的话他们的下塔基本上应该会爆，而且很有可能还可以摸到高地塔，以他们来防守的时间，这边我们在吃骨魔龙的时候队友却选择开战，那势必的我们必须跟上去，小心翼翼的跟在后面，看到对手直接给他劈下去，这个刀锋一技能加速冲上来劈好劈满。好，对方的赵云也冲过来，我们这边直接二技能快速收头。那在这个恶魔觉醒改弱之后啊，他的小技能改弱之后已经没有办法做到秒开一二技能了，已经没有办法做到秒开，特别是像赵云这个他的 CD 版就比较久，所以呢也没有办法真的做到一二三之后马上接个二一，可能还要再等一下绕一下，因为他的 CD 现在只有减免 30% 嘛，现在只有大招是可以减免 50%， 其他一二技能都只能减免 30%， 不像以前有 50%。 这边对方三个人全部冲过来，我二技能再开起来回血，达尔心想置我于死地，血量耗得很快，对方赵云抓到了我的位置直接把我劈死，我还来不及逃就嗝屁了，但这一波呢我也是成功收掉两颗头，还行。最后一件装炎怒之爪准备给他出来，
这一件装出好之后呢，基本上你就达到百爆。那我一开始片头的这奥义呢，是属于正规奥义，但我这一场带的就是也没有到百爆，大概加起来就是96%暴击，因为我带的就是16%暴击的装备，没有带中间没有带王座。如果你要达到百爆的话，就需要带到王座，不然基本上到不了，好、哦、找不到也到不了，好、哦、好，对方这一边我们没办法继续打，因为我的坦度很不够，再加上对方有三只，没办法一次收干净，就只能选择拉掉。我在这边呢看了一下小地图，发现反正一个人在上路，那小丑已经去下路推塔，对方应该被我们给挤到往内挤，兵线已经往内推了，整个战局是往内挤的。银座很可惜没拉到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找后面的刀锋算账。但有哥德，你要小心哥德的大招。我这里果断开大，哥德感觉想要控我，我马上呢先一个走位收掉了对方的刀锋。这时候一剑又刚好直接拉掉，剩下的事我都不知道，交给队友去处理。我回家睡觉。好。下路兵线呢已经渐渐的推上去了，那我呢想说来找凯撒喝茶聊天，顺便补补血，就有凯撒呢我触发二技能然后去回血，但是队友呢好像打得非常给力，直接打到对方家里去，那我觉得应该在这里等待就足够了，也不用再过去了。那这一场比赛呢也差不多就到此结束，如果呢你有什么话想说的话，或是觉得我影片不错，可以订阅一下 YouTube 频道，那下面呢你可以留言给我，所有留言都会看，都会回复。那我们就下回再见，拜拜。